国的某一个城市。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刚才我不是在讲吗？说那个 Kevin 上台的时候，因为追光师没有给到灯光。我看到了。我们现在请他上台来。然后没有欢呼声是吧？对，来，让我们有请凡凡的兄弟 Kevin。耶！现在再又做一遍。哎 ，Kevin， 你可以现在追光给到这边好不好？让 Kevin 再做一个那个动作，然后大家一起尖叫好不好？Do your thing one more time. Yeah. 好，我们这样，因为凡凡是国际级的艺人，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国际级的主持人，也要用我的母语跟他的朋友交流一下。Hello, brother. I love you. You is 吴亦凡 's friend, yeah?No doubt, no doubt, no doubt. Please say hello to everyon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Kevin. And it's my pleasure being here once again. And thank you, everybody, for being here on Chris's birthday. Thank you. 听懂了吗？所以不用翻译了，对吧？我也听懂了。是吧？翻译一下。他说：“大家好，我是吴亦凡的朋友 Kevin， 对不对？我的今天是我兄弟的生日，我祝他生日快乐，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他的音乐，支持他的影视作品，好不好？”哈哈，没有说这么多。哎。这样，今天我相信凡凡的心情会平时不管做任何的演出，今天的心情会特别的不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哎，你们两个不要离得这么远嘛。那我们要这样吗？对对对对对。我们来问一下 Kevin， 哎，你看 Kevin 还是 Kevin？ Kevin。哦 ，Kevin。Kevin。OK， 不好意思，因为我说的是陕西英语。I thought you were good at English。什么玩意儿？I thought you were good at English. 中文解释一下。中文啊 ，I thought you were good at English.、哎、我觉得你今天生日，你也不能把主持人这么尴尬的晾在台上。其实今天就是专门挖坑给你跳的，来，再挖，来开玩笑，开玩笑。今天主持人再一次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这样。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可以把这个 Kevin 请到舞台上面来，然后我们先讲一讲你们两个相识相知的过程好不好？来翻译一下。Oh, he said he likes you. Yeah. 哎，是吧？什么玩意儿？开玩笑。So he wants you to say how we met and you know all that stuff. Yeah, of course. Yeah, of course.Well, to keep it simple, it's been almost 10 years. Almost 10. And we met in Korea, but we're going worldwide now. And our friendship is going to go forever. So if all of you guys are here with him till the end, then I'll be here with you guys. 我突然有一种在好莱坞主持的感觉。翻译一下，需要翻译一下吗？需要。不需要翻译，都听懂了。我跟你讲，你们不要在这装。你们问问林更新听没听懂？翻译一下，翻译一下，我真没听懂。哎，你在哪儿呢？看不到啊。在主席台，主席台。可以看得到吗？哦，看来我眼神不太好。就当我看到你了吧，来，凡凡翻译一下刚才说什么？他刚刚说什么呀？啊，我不，他刚刚说什么？你们翻译一下。我不记得他说什么了。这样，但是我已经收到这份祝福了，已经。是，对，这一份祝福。那其实很多人都一直在等这个他的一些好朋友啊、好兄弟，能够不要那么官方的，
说一些吴亦凡的优缺点，好不好？所以既然是男神，好不好，我们还是说一下吴亦凡的优点，官方的带到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来 Hi man What's up brother Yeah This is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Yeah Hey 有没有什么优点翻译一下Too much stress、我来说So he wants to ask you to Tom and tell everyone about me And my pros and cons My good and bad How about just two each? Yes, do it Pros first Two good things You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brother, better friend He takes care of you Through thick and thinWe've had our ups and downs, but he's always been with me, and he's always taken care of me. He's family. That's number one. 啊，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You're right. Number two? Nate. Yes. Number two. Out of all the people I've met, he is the hardest worker.He never stops working. Music, movie, acting, singing, dancing. He does everything. Worldwide entertainer. He is what he is. This is Wu Yifan. 听懂了。确实是这样的，哎，真的真的。说得很好，说得很好。说得真好。Well said, my friend. Yeah. 什么？让主持人翻译一下。哎，这不是我 cue 你的啊，你自己翻译了。刚才这个 Kevin 说吴亦凡在演戏上面唱歌方面不对啊我觉得 Kevin 说真的非常好太对了谢谢谢谢谢谢但是你的英文还是有进步的我都没想到你能翻译出两个字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所以吴亦凡去年没请我今年请我来就是对吧对，我来已经压力很大了，在家里挑了八个增高鞋垫，都只有这么高。坦白说，你今天确实是变高了。真的？你什么时候从男神变成了一个鞋星？我也不知道，主要是因人而异。好，刚才说的是优点，好不好？你好朋友之间难免去了，难免有一些让人受不了的地方。我们来问一问这位。觉得吴亦凡有没有什么缺点是你无法忍受的没有谢谢谢谢我们这位好兄弟用非常地道的中文说了一句没有好了我觉得要说我说他中文其实很好的真的他故意不说中文装着听不懂的样子对昨天彩排的时候明明你跟我交流得很好你到今天什么都听不懂了是吧吴亦凡帅吗这个问题有待考究听不懂这是外国人最好的方法经常可以装听不懂那太帅好那这样刚才这个 Kevin 讲了那些非常官方的 Kevin 好哎你别翻白眼给我吴亦凡这样那个刚才他讲了一些非常官方的好不好大家就不要在各个这个一些渠道上那个发布了啊我们来问问吴亦凡先生你跟凯那个什么来着 Kevin 哦你跟 Kevin 第一次在首尔相是在首尔对不对对相见到的时候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第一印象啊就是很帅很帅对然后呢然后就是跟我差不多帅就是感觉哇
偶尔还能见到跟我差不多帅的人哦，不容易。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就是觉得真的，一见就是觉得很帅，没了。他的意思是你很苍白，除了帅。第一次见面的印象嘛。好，然后是因什么样的契机，然后可以跟他成为这么好的兄弟？然后这个吴亦凡，这个从文是他开始，身边见的男人最多就是他了。好不好，是什么原因可以跟他这么好？一定有原因的。对，就是因为我在就是在韩国工作的时候，其实他一直在我身边，我们俩一直在一起。然后是什么你们也在对吧？对，当然你们也在韩国工作是吧？对，所以就是两个人在就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些遇到困难的时候啊，都会互相支持，然后就是成为特别好的朋友。对，所以有这个所谓的革命情感，对，大家一起是一路走过来的，然后也差像现在说差不多十年了，已经快啊十年了，一直是，而且很难得的是，因为你很难遇到一个朋友能跟你有一模一样的兴趣爱好的。不管是做音乐也好，还是看电影也好，还是打篮球也好，啊，大家都喜欢的东西特别像，所以就是，最好的朋友兴趣相投。对对对，这是做朋友最基本的。对对 对, 对，所以我真的就发现说，我不能像 Kevin 一样跟你那么好，就是因为你爱打篮球，我爱逛街；你爱唱歌，我爱跳舞。让你跳一个。哥，以后有机会，我把我撩人的舞姿带给大家，好不好？所以我今天说实话，真的特别，平时啊，不管之前怎么接触，都跟今天感觉不一样，因为今天我真的是第一次，好开心、好兴奋的，可以站在你旁边跟你过生日。是吗？真的。那以前呢？以前就还好。哦，明白，明白。然后我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吗？大家都不知道的。你讲吧，放心、哎，维持形象，维持形象啊！曾经，非常凡凡特别靠谱。然后呢，大家有的时候我去到韩国异国他乡，然后虽然我的语言天赋非常有，但是我也确实是很多东西交流不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非常荣幸，然后可以邀请到吴亦凡当我的导游。然后你还记得吗？当然。然后我们去逛韩国的一个街道的时候，走了大概15分钟，那时候他刚出道，然后他对我来了一句，这点他应该忘了，如果再有10分钟没有人认识我的话，我就白混了。你还记得吗？这个好像我记得，哎，对不对？对。然后我们买完衣服出来之后，然后终于有那个妹子说，哇，吴亦凡，我说啊，没白混。哇，你都不知道那时候我多开心多感动啊。哎，真的，那个时候差一点我就估计就回家了。对，我估计就回老家不干了。没错，所以说实话，这么短短的时间，然后可以看到凡凡今天有这么好的成绩，我相信每一个你们，然后呢，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兄弟都跟我们一样觉得非常的开心。他常常站在聚光灯下说大家好我是吴亦凡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情跟你们一样是感动的。那今天2016年11月6号，今天是吴亦凡26岁的生日，我们要全场来为他来做生日的特别派对，好不好？来，让我们全场一起在调上，好不好？为吴亦凡高唱生日歌，3、2、1。谢谢。这样，我们为了照顾到我们的兄弟，我们来一个英文版的，好不好 ？Thank you, everyone. Sing my mother language. Yeah. 为了照顾你，来，3、2、1，一段桥。